感受一下你们现在的力量。哈哈哈哈，你们尽情呼救吧。吵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，黑心联盟来了，我们得救了！还是我超宇宙第一的长臂大人投的远。切，我看你没我准。不过没关系了，主要是问一下大火鸡，两个牛肉丸好吃吗？没呛着吧？可恶的变形联盟，我要撕碎你们！口气真不小，难怪刚才满大街在喷。你们赶快停止破坏，接受逮捕。你们终于到齐了，真正的大戏正式上演了。啊，是冲王卵。啊，嘿，快，要阻止西卡。啊，嘿，呀呀，是虫王卵的能量反应，你看他们变得很奇怪，你看他们好像中毒了一样，敌人能量指数不断飙升，现在麻烦大了。哼，经历了那么多次战斗，无论多强大的恶魔，最终还不是被我们打败。强袭普利士说的对，只要邪恶势力存在，我们永不退缩。变形联盟正义出击。普利士和他们的伙伴们成长了，以后宇宙的秩序要靠他们了。强化战士们，你们尽情玩乐吧，让这里变成炼狱。哈哈哈哈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以他现在的速度与战斗力，我很难快速将他击败。你完了。吞噬，看这里。没事吧，普利士？我没事，只是这家伙现在很难对付。我来吸引他的火力，强袭普利士，你想办法从侧后方突破。明白。真是一点进步都没有，还不是你得意的时候。不自量力。
弱了。怎么办呢？有了虫王卵的能量强化，这些浩肯星球的战士都变得非常强大。我的古兰星之光的力量现在又没反应，我得想个办法应对。看来你们还是不够尽心。这次我先上。相信普利士。这是基因石给的启示。我才是战场上的王者。大家集中战斗力，先击败吞噬，变形联盟，月空合体。让我来击败你。放马过来。就这种力量，你以为合体就能击败我吗？太天真了。到底有什么办法？我怎么那么笨？量子纠缠的原理，虽然我身上的是聚合基因石的能量，但与原始基因石是同源的，而且聚合基因石是爸爸改良过的，理论上是原始基因石的强化版。只要通过改变我身上的能量的状态，就能改变变形联盟以及浩肯星战士身上的能量。我要改变基因石能量量子流动的动态。我只要改变了基因石能量量子的汇集方向，就能控制所有这个量子系统的其他量子的汇集方向。怎么能量反而流向他了？又是这个小孩，我先解决你。韩城，糟了，韩城。这是古兰星之光，希望的力量。你们不是一直坚信光明战胜黑暗吗？今天就当着你们的面，熄灭你们的希望之光。不！太精彩了，吞噬，做得好。海城，人类热爱和平，海城不惜一切地帮助我们浩肯星人。你竟然把海城，你竟然把我们的朋友，海城，你们不可饶恕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